恩公司在挖隧道便利交通的同时，挖出了大量的泥土，马斯克就开始动用起他的心思，既然这么多泥土都被挖出来了，那么就别浪费，制作砖石然后卖出去。他们的名字叫做 Brain， 但是他的公司可能是行动力超快，这一想法刚冒出了头便开始行动起来。一高胆大的 Brain 公司专门制作了特殊的制砖机，将泥土加工成乐高积木式的砖头。这样的砖头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于它的避震效果相当好，完全能够在相应的当地地震防御措施。当一切都成熟之后，我们的钢铁侠马斯克便宣布用这些砖头打造类似中世纪瞭望塔的公司总部大楼。都是哪条路？